设计。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是情境设计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化局秩序的这个课文哦。来，同学，人为万物之灵，智有万端之意。哎，坦白说，你看到这个六个智六个字有没有？你会想到什么？啊，记不记得我们的四六文，对不对？骈文，好，四六文骈文。像那个我们有骈赋啊，有骈文。那像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就是标准的骈赋。哎，你看那个《赤壁赋》，其实它有押韵哦，什么风雄翁有没有？那个其实是有押韵的哦。所以呢，那个赋要押韵，那骈文不用押韵。那骈文只要怎么样呢？骈文只要四个字、六个字这样子，像两匹马并跑这样子就可以了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六个字，六个字哈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来看课文哦。人为万物之灵，智有万端之意。好，人呢是万物的中间最有灵性的，我们常说自己呢是万物之灵。那我们的心智，我们的志向，好，我们的 ambition， 对不对？我们的一个抱负，一个心智，一个整个那种情志，有上万种的差异。这个端呢，可以叫做开端。所以一年的第一个月，农历的第一个月叫做端月，有没有印象？好，开端，也就是所谓的滥觞。那你看呢、啊，这个智有上万种。开端的不一样，当然啦、啊，这很简单啦、啊。你去看那个小朋友，问他，你小时候，你现在小时候是小朋友，你长大之后要做什么呢？他给你一堆答案，而且可能每天问的都不一样，但又一样的啦。好、哦，那所以智有万端之意。等到年纪再大一点又不一样，像到这个年纪呢，你只能觉得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那就很好了，整个志向又完全不同了。那跟你讲啊，学琴学诗，均从所好。公书公画各有专长。好，同学，你今天想要学琴，还是你今天想要学诗，都听从，好，都听从，也就是 up to you， 你高兴怎么学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你今天怎样，每个人的志趣各式各样，人又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，所以每个人的志趣上万种，每个都不同。你到底是喜欢学琴呢，还是喜欢学作诗，都可以听从你自己的喜好。那工书工画各有专长，来注意一下这个工哦，这个工呢，它在这里解释为擅长。所以我每次都问学生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问题哦，同学，功夫这两个字你要怎么分？好，这两个字你要怎么分？应该是不会难啦，应该是不会难。你看哦，我哪有那个功夫跟你在那里耗呢？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，好，我没有那个时间在那里跟你耗。那啊，这是我最厉害的功夫，折凳啊，对，什么东西、啊？好，那这是、啊、这表示你的某一种的技艺，好，某一种方面的技能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所以这两个功夫哦，仔细想想，其他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不太一样的东西。那我们再来可以看一下这个功夫代表时间。如果你花很多的时间跟他磨，跟他磨，跟他磨，那这个功于某一种东西，是不是代表你的某一个方面非常非常的精进？好，非常非常的精进。所以同学，我们学过一个成语叫做巧夺天工，好像老天爷的工艺把它做出来一样，超级精美，超级精进，其他人没有办法 over 的。所以注意哦，这个工呢有精进，好，有精进，有擅长，有对点点点很厉害的这个意思在。所以你到底是工于书法还是工于画画，每个人各自怎样，每个人都各自有自己不同的专长。好啦，那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专长，来，事故因此 ，therefore， 因此，既然这样，因此啊，既然这样，所以，那么，所以这样而已。来，可拓珠玉，同学有没有学过这个成语？可，咔咔咔咔咔咔，拓啊，呸啊，来，当然是唾手可得的唾。可跟拓在这里当然不是要你咔咔咔咔咔咔，然后也不是要你怎么样，也不是要你那个。好，在那里那种呸那种，这个是指说出口。所以呢，你说出口的，好，你说出口的就变成什么？就去变成美丽的珠，变成美丽的玉，好，变成美丽的珠，变成美丽的玉。所以说出美如珠玉的诗词，谪仙辟诗学之源，节奏铿锵。
啊，那个《蔡女传》胡杰之拍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我这边没有把它念好，我再把它念一次。咳唾珠玉，谪仙辟失学之源。节奏铿锵，《蔡女传》胡家之拍。好，《蔡女传》胡家之拍。好，同学，李白我们大家很熟的。李白呢，他刚刚去长安城的时候，我们这位贺知章贺同学看了他的文章，不是说了一句话吗？叫做“子谪仙人也”。所以后来我们就说李白叫做“天上谪仙人”。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来的，叫子谪仙也。所以这个李白说出口的就是美如珠美如玉的文词，因此呢他开辟唐代诗学的源头，整个唐朝诗的起源，他算是很有创发性，很有原创性，很有发想性，很有想象力。像李白的诗啊，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，什么白发三千丈，当时看的人都吓死了，哦，天上来就啪这样下来是多长，然后白发三千丈，哦，好可怕的魔女，怎么那么长？所以他们已经很恐怖了。我们现在看都觉得哇，那种高妙的想象力，更何况当时的人一定感到更可怕。所以他创发这整个诗的起源。